水晶树种植教学。首先准备好所用到的实验材料。第一步，将晶粉倒入量杯。第二步，将水煮沸到100摄氏度，再将沸水倒入量杯至80毫升刻度，充分搅拌3至5分钟，直至晶粉完全溶解。待水温降到常温之后，取出晶体杆上的软胶套，再把杆插入木片小孔中，并重新套上软胶套。第三步，豆制晶体，将晶体放入量杯中，静置8小时，不要移动位置。快看，水晶树生长完成。生长过程中，底部也生成华丽的结晶。垫上纸巾，风干2个小时，放置在展示座上，开始观察水晶吧。这个